好，游乐园这里就有一台这个热力吉普，只要完成这个它的指定活动，可以得到这台车。你看它一个外观，哦，后面有两个红色，这是双栖车，传说双栖车。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道具能力，开局时可以获得一个节庆的烟火，免疫自己释放的烟火。那水上100%的时候，可以转换成冰冻跟毒性，还有黄金水上衣，随机的。那被水中打到的时候，高几率可以获得氮气。那道具赛中，氮气可以升为超级氮气，那也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部分。那这台感觉也是一个进攻型跟防御型的一个，就追逐型的一个车款了。好，你看它的这个，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双栖车的强化力量特别高，就很适合跑竞速赛的对抗啊。等一下我来试看这台车，来一个10/17吧。我觉得气多一点可能比较好。好，10/87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室部分有什么啊？那个说说，看一下它有没有喷气部分，定制这里。哦，这里有一个红色的，但是这个红绿配我觉得不是很搭啦。那、啊、下面这个绿色就是不给人家换颜色啊。好啦，全绿的，这个太绿也不好，我不喜欢。就先这样，我们大家再来看。好，看一下这一段，冲啊！270.5有没有再跟上去呢？卡住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最大值就是270.5，比超跑快。有，这个比超跑加上我们现在这个热力吉普啊，是比超跑加超频一级还来得快，直线的部分。我记得超频超跑是在269多。好，那我们热力吉普是直接就270啊。目标啊，就是没有用拉尾数的状态下，大概290左右，但是我用极限的脱标，对吧？300啊，拉尾数脱标300，要再看一下。你看、哦，如果是普通鱼丸是多少啊？让大家看，这个是按住甩尾的，大概120，这是端游的测吧，110，啊，撞到了，大概110吧。这是没有，这是鱼丸的部分。你如果没有用刹车甩部的话，大概110，我们是在那刹车甩部分。好，这样子150可以，160，大概160-170，我一定要追根究底。他是不是在看直播啊？好，我来跟X9撞一下。哎呦，他没逮机哎，有这种逮机。还是撞的是别人，哇！在用刹车甩吗？好，没什么用。你知道有一个队友会跑的时候，在后面搞人是一件多快乐的事啊！我们终于不用一直追了。氮气有点少，哦，终于补好了，下去，他去哪里？哎，我这台对抗是不是真的有点牛啊？找不到他哎！我靠，你对抗神车嘛！哈哈，看我这里对抗好像有点强哎，有小子被我干下去，好像有点强哎，轻轻一招就被我推死啊！看强化力量的部分。好，狮子，你先走。
思思，你怎么在后面？啊，完了，弄表。思思，你撑一下。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没有开，没有开，没有开，就尽情的跑。哇哇，狮子把它做掉了、欸，这狮子有点燥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！他是不是台湾人了？一夸就死我、欸！我敢赌他绝对是台湾人。好、啊，给你跑，给你跑，给你跑，不要给你压力。我们阵型很重要，好吧？我多补，我多补，帮你补蓝。OK， 没问题。稳稳跑，兄弟！哇，漂亮哦，狮子！我等一下还采访他，他是不是台湾人？一讲漂亮就失误啊！我打的是变快快啦，是台湾人吗？看看有没有又符合我们的科学理论了、啊、哦。毒，你看我旁边右边毒蝎，左边叉九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撞这两台，慢一点起跑。然后找这两台撞就知道。哎呦，一脱票就断胎，这样。嗯，好稀哦，但是没有被撞飞。我觉得没有被撞飞就是还可以，就是怕那种像。像那个人行车啊，人行车就最怕被撞飞啊！大家开人行车就知道了。我们来试看看。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人啊？他们在激烈对抗吗？屁事啦！有有有有！哦！来看看什么叫端游拖把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太快！看这个屁股，不行不行，要多补一点。没问题，对，我觉得烦躁。对不起哦，车队看一下。原来他们在这里啊！看到卤蛋小四他们来啊！好久没跟他们玩了，队友也在，好屌哦！哎、欸。放烟火咯，哎、欸，很爽哎、欸！哇，我把你击落，哭啊！我不要香蕉皮，哎呀，被打了啦！我不是一个领跑车手，我不是一个领跑车款，我需要的是，我只能打助攻啊！第一名的 SKC， 哇，被挡！我再跑前面一点，我再丢这个水苍蝇。哎、欸，没吃到，在前面一点，在前面一点。
TC。很好，小智成功一个香蕉皮干扰，看看我身上是什么？劫飞碟，哥哥们，劫飞碟，快点！啊，可恶，不能乱放，这个天使很重要，不能随便放，不能乱放。这个天使很重要，这个内线也很重要。趁现在，冲啊，哥哥！看到没？关键的天使要留到最后啊！哎，有吧？这把哥 carry 了你们吧？什么？哇靠！太小看哥道具赛的实力了，终于赛到一场啊！好难得。啊，好感动哦！我终于赢一把了。没有凉，没有凉，我那个天使扣很久啊。